大家好，今天有故事的餐厅，我们讲到蘸面馆。蘸面馆起源来自吉隆坡，分行已经扩展到新山，就让我讲一讲他们的起源故事。蘸面馆庄女士本行从事缝纫行业，在2002缝纫行业遇上了瓶颈，为了维持家计，决定转行投身饮食业，并在八达岭再也开始第一档猪肉面摊。庄女士烹饪天分出众，从小就可以煮出美味的料理。在挑选食材方面，庄女士也有很高的要求，每一份食材都要求新鲜和吃得安心。猪肉粉很快就收到顾客的好评和喜爱。在2015，他终于创立了蘸面馆，从小档口变成食店。庄女士的宗旨是希望给顾客一个舒适的环境，享用一份美味的猪肉粉。蘸面馆的猪肉粉采用高质量的安心猪肉，猪骨汤头精心调配，火候设定熬煮8小时以上。浓郁的猪骨汤配上新鲜安心猪肉配料，每一碗的猪肉粉都希望顾客们吃得健康和安心。蘸面馆除了招牌猪肉粉，还有推出其他多样化古早味美食，传统肉脆泡饭、白胡椒猪肚汤、苦瓜面线、妈咪猪扒饭等等，都是顾客们的喜爱。庄女士说，一碗好吃的猪肉粉一定要舍得下猪料。除了面食类，还有一系列的小吃让你选择，有南乳猪扒、南乳炸鸡翅、福建肉卷、炸水饺、炸辅助卷、鱼卷等等。为了让客户们有多样选择，他们也推出了几样新品，例如福建卤肉饭、豆香焖五花肉饭、客家木耳炸肉饭、麻辣四宝拉面、五花肉麻辣拉面和番茄爆浆拉面等等。他们在新山有4间分店， Johor Jaya、 Mount Austin、 Sutera Utama 和 Permas Jaya。 安排一下时间去吃一吃蘸面馆，包你一定赞不绝口。我带着一个热忱的心，美好的故事在下一个视频等着你。